骂游戏就那个张老师的鼻子，说去那个人就忘这些事儿，他看着都很紧，老师坐哪儿都鼻子。这两个都要被擦。前面儿个一身黑衣的，眼镜子上，一看我这儿都脸上是很油腻的。也是呀。他看他哎，都是油腻的。这旁边没叫，我说你这朋友是俺放了一股一头一头的。你也没影响到成绩啊，那个人来也也不我的记得少了，嗯，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们那么大的对呀，这个应该是压缩说得累一点，对，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了，肯定的，嗯，那时间短了形成不这样，现场了现场好吃，嗯，耳朵聋不，牙变小了，好在那